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来看念力的秘密分享，请看第六面。第六面第八行啊，第六面第八行，理论上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啊，任意时刻，都可以取得宇宙的所有资讯。这桩事情，贤首过思还原观上就说得很清楚，在三种周边啊，三种周边所讲的是两个作用啊，还原观上从一体起二用，两个作用，第一个是宇宙出现了啊，第二个呢是我出现的啊，所以我从哪里来的，是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啊，意念不具，这个意念不就是自信啊，自信里头的意念不具，这个意念不就没有原因啊，真的像这个科学家所说的突然蹦出来的啊，他讲这个意念呢突然蹦出来，立刻呢就消除掉了啊，所以速度非常快。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一念啊，我们用今天秒为单位啊，这一念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意念，这个念头那就是意念不觉啊，不觉呢才发生现象，如果意念觉，这个觉就是不动啊，佛法是不动是觉，动就是不觉啊，所以慧能大师见心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第二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那个不生灭就是不动，就是自信啊，就是常寂光啊。这一念不觉呢，就是动了啊。他这一动之后啊，他就老不停啊，这里面底下又有跑出来了啊，一念不觉是迷，造成的现象呢，说这个迷是念念起出来的现象，这么发生的，发生的速度非常快啊，所以大乘经讲是有这样讲法，宇宙是时一时顿现，一时就是一念，是顿现的，不是渐次的，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的幻灯片打在荧光幕上啊，按钮一按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画面都在荧光幕上，没有先后的啊，没有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，没有，同时的啊，佛法是这样说法的，一时顿现，但是一时顿现呢，它立刻就消失，所以这就说现象不是实在的。那接着是第二章幻灯片，
第二张幻灯片消失是第三张幻灯片，每一个幻灯片并不相同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大同小异，其实那差别还是很大。我们看到小异，什么看得很近，看的范围很小，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如果你要是看到整个虚空法界，那个变化就太大了。一念里头就有很大的变化，由心细的尘诸海空，在这一念里头，啊，有心细沉了，有心细坏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三种周边里头，畜生无尽。这一句话就说得正确了，就在一念里头出生无尽啊，这个变化是阿赖耶，是变的，现象是心现的，是我们自心现的啊，心现是变啊，能现的是真现，不动的，所现的通通都是虚妄的幻象，包括十八庄严土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说了很多了。啊，十八庄严土是怎么来的呢？还是动。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一念不觉。这个一念不觉非常微细。啊，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。不起心不动念了。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啊，佛在经上好像没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说法。我们读的经毕竟太少啊，三藏十二部没有把它看完，不知道其他经上有没有啊。有时间可去查查。经律意象跟这个法院作领，这是古人做的这些丛书啊，把这个佛经上一些重要的东西他都把它抄在里头啊，便于我们呢寻找啊一些想知道的问题啊。我们所看，我们所推想的时候，是因为你说见思烦恼有习气啊，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，阿罗汉还有见思习气，见思习气断了呢，那就证辟支佛果啊。辟支佛断尘沙烦恼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就是菩萨了。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，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之后了，菩萨就成佛了。佛有无明烦恼啊，这是法界，无明烦恼断掉了，他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啊。那他的习气没断了，所以我们就晓得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无明烦恼断了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明烦恼就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这个就离开十法界了，到一真法界。那么一真法界又有41个阶级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阶级呢？如果以我们常理来讲，一个人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阶级？起心动念才会有阶级啊，不起心不动念阶级从哪来啊？于是我们就联想到，那是起心动念习气有厚薄不一样。刚刚断掉起心动念，
其实破了无明，真的发生了。啊，这就原教初住菩萨，他信息完全还在。啊，那么在十八图里面，时间长了，习气就淡了。啊，习气淡了一分，他就到二住了；再淡一分呢，他就到三住了。啊，那么这一共把习气分为41个等级，到等觉只剩一点点习气了。啊，等觉是一点点，所以叫一品生相无明。我们注意那个生相，啊，它现象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它那个习气没有的话，相就没有了。所以它再一升起，就到妙觉位，啊，妙觉就没有相了，啊，就没有现象了，回惑常寂光了，啊，其如常寂光是妙觉，这个地方。我们要用很细心的去观察它。啊，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。物质现象没有。精神现象没有。自然现象没有，那是真无本性啊！本性没有这三样东西啊！啊，所以那个叫真正的没有现象了。啊，常寂光永恒不变呐、啊！只要有现象，就是在这个十宝庄严图。他那个习气还是有极其微细波动现象啊？为什么呢？那一点都不波动了，相就没有了啊！所有现象的存在都是频率，就现在科学家所谓的弦定律啊，全是波动才产生现象，没有波动啊。现象不会产生啊！我们是从这个地方了解到啊，这41位大圣法轮大师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？所以41个位次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。你说他有，他是平等的啊，都不起心动念。你要说他没有，每个人习气。确实有厚薄不相同啊，有人习气很厚，有人习气很薄啊。现象一发生，包括十宝庄严图，波动就传递信息，传递资讯，实际上资讯宇宙所有的资讯。这个就是贤首大师讲的示三变啊，是展示，它有三种周边，这它的性质。第一个呢，周边法界，所以我们在任何一时刻都可以取得宇宙所有资讯。预知能力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，全知道啊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知道了？我们自己要想想，佛说我们迷失了自信，我们有无明烦恼，有尘沙烦恼，有见思烦恼，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。要知道我们的本能没丧失啊，永远不会丧失，因为那是真的
这个障碍呢是假的，假的它起作用。为什么起作用？因为我们执着它。如果我们把它放下，不去执着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不起心动念，我们能力就恢复了。只要不执着，就恢复一部分。你的神通道力等于阿罗汉，就阿罗汉六种神通都出现了。虽然不能够遍知全宇宙，他知道一部分。六道里头，他全知道。对设法界他不知道。设法界里头，他只知道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，比他高的不知道，在他下面都知道。声闻法界以下的六道，他全知道。这神通广大，天人不能跟他相比。如果他破了尘沙惑，就是分别，不分别了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，这又提升了。提升到菩萨境界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圆觉境界他知道，菩萨境界他知道，设法界里只有佛法界他不知道。如果把起心动念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证得圆觉初住，别觉初地，他超越设法界了。他对于十法界里的状况完全知道，这个范围大了。不但知道啊，娑婆世界的十法界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法界，他全晓得。这是什么？这叫明心见性了。放下起心动念就见性了。性是圆满的，性是究竟的，性没有大小，性里头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对立。真正回归到自性，还没有真回去，因为习气没断。所以大乘教里面讲，在这个地位上破一品无明，同时正业分发生，生十报土，也生也证得一分常寂光土，只是证得没起入。要起入常寂光，一定要等觉再提升到妙觉位，这才起入常寂光。起入什么？跟常寂光融成一体。常寂光多大呢？就是全宇宙。所以入常寂光之后是什么样状态呢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身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德能，我们所有的一切神通道理，没有形象，充遍全宇宙，一切处一切时都在。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就是妙觉果位的，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它就像光一样遍满。什么时候起现行呢？我们有感，它就起现行。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起现行，现身说法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这在科学家看的时候，
这全叫做能量啊！啊，这科学家看出来，宇宙的能量，像宇宙能量是我们自己的化身，是我们自己的本性。那我们这个现象就是宇宙能量变现出来，啊，在某种条件之下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欲来，这是底下一个欲知能力，这讲这个问题。你为什么会晓得过未来的事情？啊，只是未来事件以某种方式回到现在，你看到了，你在现在看到了，啊，是一种逆时间因果性。啊，你能够看到未来，是未来拉到现在来了；你看到过去，是过去提前到现在来了。啊，时间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可以把时间过去的拉到现在来，也可以把未来的拉到现在来。啊，你通通都看见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。回到过去，进入未来，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现象。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层次，并没有连续时间这回事情，所以时间空间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执着有时间，分别有时间，所以被时间控制住了。啊，量子层次的纯粹能量，并无所谓的时间与空间。即回归到量子，这个时空没有了，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自己创造的。啊，这个在八十归矩颂，再说在这个《白话明门论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时间跟空间是什么回事情？是抽象概念，用现在讲，啊，佛学的名词叫不相应心法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，不相应心法，它跟心法不相应，跟心所法不相应，跟色法不相应，啊，但是它的升起离不开心心所色法，它从这当中产生的幻象。啊，这种不相应的心法有26个，啊，8个心法，51个心所法，11个色法，啊，24个不相应，啊，这是不就是抽象概念？这个里头有时间，有空间。啊，他说十分，方分，方分是空间，十分就是时间。啊，是个抽象概念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但是我们执着有时有空就很麻烦。为什么执着有空间，我们就拘束了，不自在了。啊，我们有远近的概念。啊，执着有时间，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，就不能进入未来，就有了局限了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突破的。啊，突破，我们看到经教里面所说的。只要正果，本能就恢复了。啊，小乘出果，大乘出现。
就恢复两种神通，一个是天眼，一个是天耳。啊，你眼睛看到像这些墙壁都没障碍。啊，你能够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失掉了，他这个天眼并不很大，啊，比我们就强多了。那天耳，我们听不到的音声，他能听到。啊，用现在物理学来讲的时候，也很容易解释。我们看，现在只能看到极其有限的这个波段，光波这一段，我们能看见。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。啊，我们用仪器，啊 ，X 光、紫外线，啊，能够看到看不见的东西。啊，夜晚黑暗，用紫外光看得很明亮，跟白天一样。啊 ，X 光可以透视。啊，听也是这样的，也只是声波一小部分，啊，比我们这个波长的听不见，短波也听不见，可以用无线电，啊，像收音机有长波、短波，啊，如果各种波段通通能听见，各种光波都能看见，宇宙马上就改变了，就变了。啊，叫空间维持，多维持的空间你全看到了。啊，这都是我们的本能，我们本来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，把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啊，佛其实没教我们东西啊，佛没办法教我们了，迷是自己迷的。悟还得要自己悟啊，佛只是教我们放下，放下就对了。啊，我们只要肯放下，别那么执着。啊，慢慢恢复，因为这个习气太重了，无量界熏修成的。啊，现在还是依然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当真，我们的亏吃大了。啊，所以能不计较的别计较，能不着的不执着的就不要执着。啊，你放下的越多越好，恢复你的清净心，这是真的。修什么？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就修这个。啊，题是本有的。真诚是本有的，现在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蒙尘了，受到障碍了。啊，相宗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扼要。啊，因地上就是六十七十，因上转呐、啊。阿赖耶跟前五是果上转。你现在想修它不可能，你没办法，它是果上的。你把六十跟七十转掉了，第八十跟前五十通通转了。啊，那第六十是什么呢？分别，这不分别，就转第六十了。第七十执着，我不执着了，七十就转过来。这两种都是意念，啊，所以从意念上转了。意念我们为什么不能转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就不知道这是假象，啊，知道假象，我们就不敢不上当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！佛在经上讲得好啊。叫
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什么？佛法，佛法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用分别心、执着心，永远不结如来真实意。如来没有真实意，没有意思。你要用没有意思，你就看它，什么意思都看出来了。你才真正懂得如来真实意。什么叫如来真实意？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，这就是如来真实意。那自性本有的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自性是真心，你要用真心才见到真心，妄心见不到真心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，我们今天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用它了。用的时候也是真用。决心用它，正心用它，就没事了。用它可以普度众生呐！佛菩萨在我们这里现身说法、感应道教，他正用啊！他要不用这个，度不了众生。因为境界不一样，众生入不了他的境界，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境界实现给众生。所以阿赖耶还是有作用的，所以借假修真呐。这底下这一段，当我们透过感官、知觉活动，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，就创造出在空间里互相分离的物体。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所思所行，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历史。这个意念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！我们透过感官，感官就是六根、六识啊，六根是物质，六识啊，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。感官是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。我们对外面境界的感触，这五尘呢？眼对的是色，耳对的是声，鼻对的是香，舌对的是味，身对的是触。把这种感官送到意识。送到第六识，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过。第六识、第七识能不能圆到外头？不能，它必须要靠这个。第六识永远圆不到外头境界。比如说眼是见，眼见了，就像摄影机一样。把这个画面呢传到这个晶片里面去了，那个晶片就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见分见到晶片里面的画面，他看到了，他不能直接看到外面，直接是前五识。所以前五识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就是传送，传送给第六识，第六识分别；传送给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着。所以第六、第七的时候是圆不到外头境界的，
啊，是要靠这样传播进去的。啊，外面武士是老老实实的，看到我的什么传，不管是善的、恶的好，真的假的，他全传过去。啊，由他们去分别、去指出，所以造业是他们两个造的，前五是不造业。啊，七情五欲是他们两个，前五识里头没有七情五欲，啊，非常单纯。啊，阿赖耶是个仓库，资料室，把所有资料都藏在里面。啊，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，从资料室拿出来说对照，嗯，没错，这是过去见过，有档案的。啊，是这么一桩情形。这个科学家也说到了，啊，也说到了，所以创造出空间互相分离这物体，啊，那么底下这一句话要紧，我们当下每一个所思所行，都可能改变我们整个历史，这对个人的自己的。啊，我们看一桩事情不顺眼，看个人不顺眼，看个动物不顺眼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这个不是不顺眼，这个意念的时候到他那里干扰他。啊，他也不喜欢，这样造成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结啊，来生来世遇到冤碰的时候，他就对你不顺眼，叫冤冤相报啊，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。啊，我们看《暗示全书》前面一半。文昌帝君胤之文，你看文昌帝君一十七世为士大夫，他给人建的这个院，原来都是小院，小院变成大院，大院变成是不能够解决的院的院愁，世世代代抱来抱去，不但自己受罪，还让许许多多众生连带受苦。啊，他做了龙王了，要把他的仇人淹死，那无缘无故的这个众生也都被淹掉了，所以那个业就越造越严重。啊，那个伤害就越来越大，所以这个念力也教我们，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念头要负责任，啊，决定不要起恶念。啊，决定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啊，因为言行有的时候是习气，习气虽然无意啊，但是受害的人他不原谅你，他认为你是有意的，你这个很冤枉啊。所以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些，要把这些不善的修正啊！不要以为没有念的没有事情，我们起念为什么不起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如果我们真的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一生做佛去了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！但是不是念阿弥陀佛，全是搞六道轮回，就是两条路没选择的啊！证了果的人他可以选择选诸佛他方净土啊，选择
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他能选择。我们一般凡夫一点功夫都没有的，一个就是三途，一个就是极乐世界，肯定的。啊，修福报修得大的，也许可以到忉利天。我们同修当中就不少个，到忉利天去了。到忉利天上也着急呀、啊，啊，还是希望求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只要靠这些同参道友帮助啊。啊，给他立牌位，真心修行，给他回向，管用。只要是真修，他能得好处，他能得利益，可以帮助他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回向、祷告，他真管用。啊，但是这些东西是治标，不是治本。治本要从自己心地上改变，啊，改邪归正，这治本。人体就像一间覆盖大半个美国的工厂，这工厂可大了，不小了，平均有50兆个细胞构成，啊，记住是50兆个细胞。每一个细胞里头有多少粒子，那个数字就太大了。这细胞啊，我们知道细胞是由原子粒子构成的，那原子粒子呢，是由夸克。是由量子啊构成的，越分越细呀、啊，啊，这是很大的了，我几乎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细胞啊，50兆构成的，啊，每一秒钟发生10·24次方，这是多大的数量？你们去查一查，跟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这个波动现象比较一下，啊，都是用一秒钟，啊，一秒钟里头发生多少变化？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1600兆。一秒钟，所以整个宇宙啊，真相如实啊，都在那点波动。这波动停止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一停止，停止就回归和常寂光了，啊，就回归自性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绝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变法界虚空界全是有为法，只要是波动现象就是有为法。那个无为法是什么？你看白法明门的无为法6个无为，最后一个真如无为，那是真的无为。其他的5种呢，是相似无为，啊，好像是无为，它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波动不停。那没有波动，它就没有了，就见不到了。啊，6个无为里头有虚空，虚空好像是无为的，其实虚空还是波动现象。啊，波动停止了，虚空没有了。
但是这是极其微细的在波动。贤首过失给我们讲的畜生无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他幕后那一句的时候很重要，含容空有，这一句太重要了。啊，这种心量大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量大佛大。啊，量多大了？佛门里面常说的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”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含容空有，含就是包含，空是虚空。心比虚空大了，能包含虚空啊！啊，容有，容是容纳，有是万有。整个虚空里面的统统都容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律平等。是，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心量，现在变得一个人都不能容纳，你说变得多可怜。那心量越小，小到最后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最小的心量啊，魔鬼心量比地狱大，畜生心量比魔鬼大，人的心量比畜生大。我们今天心量要不如魔鬼畜生，那就再下地狱去了。啊，为什么心量这么小呢？计较。分别计较啊，所以佛在我们学习起步就教我们破见惑见惑不破不能入佛门啊，我们今天说老实话都是在门外啊，净土是特别法门，我们托阿弥陀佛的佛宝，让我们从特别管道进入。特别管道只有这一个，其他的管道是84000法门。啊，门门都要具备这个条件，破身见，破边见，破见取见、戒取见，破邪见，你才能入门。啊，只有净土法门，但是净土法门三个条件：真心、真愿、真念。啊，对净宗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在今天做一个榜样。我学佛60年，讲经53年。现在把心定下来，一门深入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的我通通都不干了。告诉大家，我60年、53年教学，我选择这个法门。啊，我在这个法门里头肯定成就。啊，不但世间法放下了，啊，出世间佛法也放下了，就留这一个。重要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受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要真成就，决定有把握成就，还是一个放下。啊，千万要记住，要放下，应该放下的全放下。
不该放下的也放下，我们才能成功。摆在我们面前就这一条光明大道。幕后这个真有群体意识、全球意识，这个有啊，我们现在看到了。现在群体意识是什么？全球意识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全球的。你去问问这五个字，哪个人没有？所以社会这么乱了，人生活这么苦啊，地球灾变这么多啊，就这个意识。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，我们人人都了解了，我们把贪放下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慢，不疑，这地球马上改观。变成呢？变成极乐世界，那我们就要晓得，极乐世界里头找不到有贪嗔痴慢疑，一个也找不到啊！带着贪嗔痴慢疑的升到极乐世界，来，你去世往生一定佛来接引。佛来接引，首先佛光照你，这佛光一照，你的贪嗔痴慢疑就没有了，你才有资格进入极乐世界。佛光厉害呀！佛光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，48愿无界修行，还要加上10劫他老人家度化众生的功德。世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成佛以来到现在10劫，这个10劫是他戒引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人，这功德多大，这个加持力量还得了。科学家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别人加持力量等于我们自己修行力量。问题是我们要接受加持，不接受就没法子了。欢喜接受。那么接受的条件就必须把这个事情娑婆放下，放弃。真能放得下，你就真能接受了。待业，古大德讲得很好，待旧业不待新业。昨天以前的都叫旧业。今天之后的这新业。永远是这句话。今天过去了，到明天了，那明天变成今天了，今天也变成过去了，带过去的业，不带今天的业，所以到最后临终的一念，那一念之前是旧业，如果那一念成问题了，那是现前的业带不走了。那么妨害往生的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亲情放不下，财产放不下，
啊，嗜好放不下，这都属于贪心啊。啊，那个人惹我生气，我还没报复他，这是嗔恨心。啊，对于很多法门，我还想学，还没学会，学会，啊，这愚痴，啊，通通要放下。啊，归纳起来，总不出这五个字，这妙极了。啊，这五个字能放到心上放下了，啊，其他就容易了。其他人怨恨恼怒烦就容易了。你心上没有贪嗔痴，吃慢疑，这情绪就稳定了。啊，造业呢也不会造，杀盗淫妄不会造这个事情。啊，最重要是心。啊，最高的修行是修行。啊，所以这个群体意识啊，我们了解现在人的情绪。啊，他人民的情绪，特别是恐惧情绪，越强烈，对随事随机事件产生气，越有条理。啊，这就是一种特别恐惧。他这上也举了例子，举911的事件。啊，这个事件在电视上一报道，啊，全世界的人都紧张。啊，这个群体意识就特别浓厚。一群人心念一致。效力会比单个的心念来得大，那这是肯定的。啊，所以共修，共同在一起祈祷，这个力量很大，能引起强烈情绪和高度的专注。当然莫过于灾难性的事情，因为这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啊，也就是最容易专注的。改变外面的环境，必须要有非常专注的这个念头。啊，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讲那个大夫的事情，啊，把人家的病体从内脏里头药力达不到的，把它转移到容易治疗的地方，啊，那个就是非常专注，他真的把病毒啊转换地方，让他很容易把它治好。啊，大夫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可以移动的，那佛法里就更高明的，啊，许许多多严重的疾病，啊，致命的这个病毒。自然就好了，啊，不要用药物，自然好了，那比那个大夫还高明啊！啊，这什么呢？也就是高度专注，把病治好了。这高度专注是他专注在善，
啊，我们所晓得都专注在阿弥陀佛，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把这个病这个事情忘掉了，完全不理他。你想想啊，这个佛号的功德多大，自自然然把他带病毒的细胞全部恢复正常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这个就是前面有一小段讲到啊，专注一念佛这个之后，啊，要放下，要复头，啊，这个事情是由佛来处理，由佛菩萨加持，佛来处理，我们就根本不要过问，啊，我们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他自然给你处理好。为什么呢？你寿命没到啊，你就会好了。你寿命到了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寿命没到，自然就好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静坐者的心灵呢，会以同一频率共鸣啊，这禅修。在美国我们常常看见啊，多半是西藏的喇嘛，还有日本的修禅的啊，我在美国参观他们的灵修啊，同一个频率啊，共鸣，共鸣的频率能让四周环境杂乱频率趋于和谐，调和个人的内在冲突，可以调和全球性的冲突啊，灵修首先是调和个人内在冲突啊，让心归于清净啊，一切善恶恩怨统统放下啊，都不要去想了啊。禅修有很多的方法，其实我们念佛也是属于禅修啊。我们将自己的心集中专注在佛号上啊，所以佛在大集经上说，持名念佛是深妙禅啊，还不是普通的深妙禅啊，无上的深妙禅，这一般人不知道啊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，八万四千修什么，全是修禅定，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，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定啊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见思烦恼不去想它，自然断掉啊，业障习气不知不觉也自然化解掉了，这个效果多殊胜，你用其他法门断烦恼消业障都不容易，很难见效啊，唯有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，效果比什么都殊胜啊，关键就在专注，这上还加个高度专注
真产生效果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专注？为什么不能高度专注？我们的杂念太多，没放下。啊，一方面想念佛，还有一方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干扰，把我们专注破坏了，所以效果不长。如果没有这些干扰，我很容易进入专注。进入专注就是念佛三昧。啊，高度专注就非常可能开智慧。啊，智慧现前的时候叫理业心不乱，跟禅宗明心见性是相同的境界。啊，能够把烦恼习气通通止住了，就是没有了，这是四义心境界。啊，四义心境界生方便有余土，离业心境界生十报庄严土。四土三倍九品，总在语言不同。善导大师讲的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用念佛的方法了，可以把我们带到高层次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真正明白了，就要落实在事实。日常生活思想当中，我全部执着了，我一切随缘了，什么都好了，这境界马上就上去提升。啊，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成就自己的功德。啊，所以个人和谐就能够调和全球性的冲突。啊，这个我们参加联合国的会议，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啊。我们自己本身不和谐，你怎么能调停和谐？啊，你要调停和谐的话，你本身要和谐。他们没想到这个问题，总认为冲突是双方的，所以永远不能调停。那我们提出这个说法，他闻所未闻，没听说过。啊，冲突在哪里发生？在家庭发生，在你本身发生。啊，本身怎么冲突啊？本性跟习性的冲突，这就不和谐了。那你这样的心态，你去调停这个和谐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这跟我讲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啊，在他们经座中发出意念，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和减低暴力犯罪率。一个地区有1%人口修习超觉净土，或是这个地区有1%贫房根的人口修习超觉净土，则任何种类的冲突啊，谋杀、犯罪、喝药啊，交通意外都会减少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佛堂里面静坐，就能产生这个功效。可是真修的人，
修得如法的人不多。啊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坐的身体如如不动，心里还有妄想，不行。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必须一个妄念都没有。外面人这些妄念，要晓得，这个意念呢，它碰在一起。社会上大众的妄念，就像大风大浪的浪，很高。那我们修行人这个念头啊，是平静的。这两个冲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把他那个大浪啊变成了中浪，他犯罪率减少啊。我们也跟他的波浪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浪也随着他，但是我们能控制，他们不能控制啊。这减少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在中国，像钱塘江看潮水，啊，潮水来的时候，你看浪花，从海上海面冲进来，里面是平静的，外面是大浪，一接触之后，慢慢都平了。啊，去休闲人这个波，啊，跟这个社会上的波，确实能够让他们心地减缓那些冲突啊，那些不正的念头啊，确实可以帮助他们。如果马赫喜大师的公式啊没有错误，就是一个地区只要有1%平方根的人修习高深的超觉静坐法，皆能影响整个地区。那8084个精进静坐者，就足以影响全世界。啊，可这8048个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很难。啊，这要找像谁呢？像虚云老和尚这样的人。哎，能找到8084个可以救全世界，他真有定功啊！他真放下了，我们临时凑8000个人不行啊！啊，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不错，里面思想是乱七八糟的，杂乱无章啊！啊，所以他不产生效果啊，必须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啊，短时期行，时间长了就不行。啊，江本胜博士不错，找了我找了350个人，啊，在琵琶湖做祈祷，时间1小时，啊，告诉大家我们来做实验，1小时放下1切念头。专门想专注，高度专注，啊，对着湖水，啊，湖水，我爱你，干净了，啊，湖水，我爱你，干净了，就念这一句，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1小时，这个树会真的干净了，干净了半年，半年以后。它又脏了，气味又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实验上，念力啊，集体的念力真产生作用啊！啊，即使人数不多，只要整群人强烈专注精神，亦足以产生巨大效果。这些都是真的。
宗教里头集体的祈祷啊，佛门里面举行啊，千人念佛，万人念佛，有效。啊，李老师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不说别的，单单讲他往生之后那个749天，啊，同学们念佛送往生，749天，日夜不断，多少人呢？600人。啊，围绕在外面很多，看到哪个人累了退出了，马上就有人补了个位置。啊，整整600人里头，没有一个缺席的。那人要这不断这换人就是了，啊，离开就有人补上去。49天日夜不断的，在台湾大概只有这么一个，空前绝后。你过去没有，未来恐怕也没有。啊，这是老人家在台湾、台中弘法38年。啊，那个念佛的人是真心的。啊，对于老师是感恩的心啊，报恩的心啊。啊，我看了非常感动。我们的思想意念足以对抗全球暖化这种具潜在摧毁性的力量。啊，这个全球暖化麻烦大了。怎么来的？成灰来的。啊，大乘经上讲得好啊。水灾贪心感应的火灾啊，地球的火山爆发，地球的温度上升，这种暖化都是属于嗔恨啊。风灾是愚痴啊，地震是傲慢，功高傲慢。啊，现在还有山崩地陷，很多这个现象在全世界发生。啊，山塌下来了，地陷到地下去了，这是怀疑。啊，如果这个心态改变过来了，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，这些灾难全都化解了。啊，用这个集体意识祈祷是可以，只让它速度缓慢。啊，灾害减轻不能消除啊，所以消除一定要靠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这个要靠教育啊，所以祈祷能收到临时效果，时间不会很长。啊，教育太重要了。
啊，现在人对于古圣先贤心态都非常傲慢，认为自己很聪明，古人比不上今人。不知道古人是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智慧。现在人有才艺，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有才艺，没有德行，山崩地陷。啊，几个人求？啊，科学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看的这些资料，这新兴科学，最近30年才发现的。啊，心理可以控制物质，啊，佛经说实在讲，它是真的好东西啊。是从人心见性里头流出来的真理，不是一般东西，是清正的境界，那不是随便说的啊！但是没有人学习，没有人讲解。啊，我们会想，在中国晚近乾隆嘉庆的时代，寺院庵堂都有讲经啊。那个时候的大师多啊，我们看经典的注解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注经的人、讲经的人。啊，现在人不学了。日本丢掉400年，咱们中国丢掉了200年，社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。说老实话，除了讲经教学之外，其他都没作用，都起不了作用。啊，只有这么一个方法，大家一起来干，会起作用。要真干呐！30多年来，许多科学家相信念力存在，并非是种轻信。啊，这个相信是有科学证据的。啊，对人类意识的前卫研究，因为大家还没有普遍承认，好像打仗这前锋部队，前卫的研究，推翻了各种我们迄今认为是确定不疑的科学事实，这真的推翻了。啊，这些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，证明宇宙一切彼此关联了，不断的互相影响，啊，不是毫无关系的，啊，我们周边的一切人事物，
啊，人则不必说了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啊，他们就跟江本胜水师宴一样，他们都会听，都会看，都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你不要以为是一块石头，你瞧不起他，哎，他会看，会听，懂得人意思，他会有反应。啊，所以不断地互相影响，许多被我们奉为无上权威的物理法则，并不是金科玉律。啊，这些科学对他们是产生一种冲击。啊，那么老的科学已经搞了300多年了，啊，他们现在很不容易放下了，面子问题啊，啊，所以这些发现的重要性，远不止证明人有超感觉能力，和肯定超心理学是一门有效的学科，甚至还让整栋科学大楼啊摇摇欲坠。啊，这就是最近300年的科学。啊，他们，啊，这个下面我们把它念下去就清楚了。至少有40个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顶尖科学家已经证明，生物体会不断即时互相传输信息。啊，生物体包括了细菌，包括了花草树木，啊，都不断地互相传递信息，啊，传给谁？传给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。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？有感觉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感觉有痛痒的时候，痛痒怎么发生的？啊，与这个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啊，所以我们也传给他，他传给我，我们也传给他，互相传递嘛。我们对他要传递爱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我们要关怀他，要好好照顾他，共存共荣。啊，我们爱他，他也会爱我们；我们关心他，他也会关心我们。啊，我们不理会他，去践踏他，他就会怨恨我们。我们过去无知，不了解。啊，做错很多事情，现在晓得了，回头改过。啊，对于树木花草的时候，我们要爱心。啊，对于一切小动物，真诚爱心。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对它，好像还没有什么反应，天天这样对它，你看看，一个星期、一个月之后，马上就变了。为什么？它感动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与环境看成二分。自己是心理，环境是物理。啊，今天科学把心理跟物理分开了。啊，现代科学家发现了，心理跟物理是一体，不能分开。啊，佛经上讲得清楚啊，阿赖耶的3细相是永远分不开的。一即是3，3即是1，它包括能量。
啊，用科学名词说，能量、性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它是一体的，决定不能分开。啊，科学告诉我们，看到最小的物质就是光子。啊，这小光子，啊，最小的，这小光子里面有受想行识。他有意识，而且呢，他能够收集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经片，这觉得非常惊讶，过去人无法想象的。啊，指甲这么大的一块经片，里面可以含藏一部大藏经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。我们肉眼看不见最小的物质现象量子，量子里头含藏整个宇宙的信息。那这个这么大，含藏一部大藏经算什么？啊，那就知道我们身体有多少个小光子。啊，刚才讲细胞，细胞有50兆，一个细胞有多少小光子？大概也要用兆来计算。啊，每一个小光子都含藏着全宇宙的信息，而且这个信息永远不断的在互相联系。啊，这个东西不就是贤首大师讲的畜生无尽呐、含容空有啊。讲绝了，啊！没有这些科学证明，我们对这三句话解释不够透彻。你把它跟科学一对照的时候，这佛真了不起，啊！300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，你今天怎么说都超不出他的范围。畜生无尽呐，啊！这就是互相。传递信息啊！我们每一瞬间都不断的在改写自己的世界，这就畜生无尽设法界一真庄严。每一秒钟不知道有多少变化，啊，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啊，真在那里起变化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对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心存警惕，哪怕是默默无语的时候，也还是与世界处于互动关系中。啊，这个互动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是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互动。啊，因为自信，它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没有时间，就是没有先后。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距离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以说是念头才动，全都知道了，信息全到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佛门里常讲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谁？有这样敏锐的感应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每一个信息来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啊，所以电脑比不上啊，差远了啊。佛告诉我们，拔地以上
完全清楚。啊，八地以下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说道，他知道有，但是可能不很详细。啊，八地以上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他在一秒这个时间当中，所处理的这些信息，无量无边呐，无尽无数啊。啊，每一个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都是每一秒钟1600兆的放送。啊，把这信息往外放。那么每一个生物跟无生物，每一秒钟也能够接收啊，所有一切放射的啊，这一面放射的1600兆的，通通都收到。你想我们的身体放射，正能量多大？啊，单讲细胞就是50兆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放射。我们佛法这个名字叫放光，啊，科学的名字叫法身，对着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所有的一切现象，啊，今天科学讲的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一体，真是一体，不能分割。这个关系太密切了，所以整个宇宙的核心就是个爱心。啊，这个爱心是最美的、最圆满的。啊，江本博士做的这个实验，啊，拿图案的给我看。啊，他问我，好像这个爱是宇宙的核心。啊，一个爱跟一个感谢，叫感恩，还是宇宙的核心。啊，让我们想起夏威夷古老的医疗法。啊，他就四句话：我爱你，第一个就说我爱你。啊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幕后谢谢你，就四句话。啊，治疗的这个治疗医这个医生不必跟病人见面，而且距离1000里路都没关系，都能把他病治好。只要看他的病历，不要看他的人，只要看他的病历。啊，怎么治法呢？这个治疗的人的时候，把他的病想成自己的病。自己用意念把自己的病治好了，对方就好了。啊，不要见面，神奇啊！已经治好了几千人呐。所以现在美国跟日本在研究这桩事情，这太奇妙了。